我是徐凤年，刚听说你要杀我，这倒没什么，但想借卢家害死我姐，这就到我底线了。待我刀兵者，还以刀兵。琉璃瓶是你自己选择给你带来的终局。来人啊！世子，他怎么办？他打过我姐一巴掌，我姐也还了他一巴掌，这事儿就算跟他没关系了。就这么放了？要不杀了吧，顺手的事儿。做人做事还是要有点底线。这是要把刘大人捧到哪里去啊？家里的人怎么处理的？那些家人都只是被捆绑住，并无伤亡。好，怎么把嘴堵上了？拿掉！救命啊！这俩世子徐凤年要杀人了！喊，接着喊！